做手，怎么找手呢？看这个五入圈对吗？这里旁边有两个六入圈对吗？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六入圈，它们中间相接的、结合的这个就是。这边所有就已经做好了，然后再做这边就行了，就是同样的方法把这边的手也做好就行了。
左边这个步骤把右边的扫地做了，看一下。手做好了做脚，这下面有在手的下面有一个这个五柱圈，然后把有线穿过这下面一个柱，这个
是做好了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就让一切鱼线在这个五十度圈上面和这边，大家自己做一下，就是一样的做法，把这个角也做成就好了。现在要做这一边呢，所以做这边的时候跟这个做法是一样的，但是你要反着做。开始把它先穿到这个桌子，但是所以这边是左线，这边是右线，反正说在左边手是左线，右边手是右线，所以就这样子，然后你先是这样过来的，刚才是这样过来的，所以你两边才会平衡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做耳朵，头顶这里，这里一个五足圈，这里一个六足圈，从鼻子这里开始这样子，正中间这有个五足圈，然后这里有个六足圈，这有个五足圈，这个一个五足圈，一个六足圈，可以先从这个足在上面穿过去。先还在连过线这个柱子，这个不要过这个，过这个，你的线就是在这里过，对了，这个过这个，再过这个。你的线是在这个桌子上面，哦，你过这个桌子，看见没 ？OK， 就变成这样子。那你这两条鱼线就在这中间。